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农历新年就快到啦，除了可以整煎堆、角仔和萝卜糕应节之外，今年不如试下亲手整幸运曲奇，将祝福送给亲朋好友啦。咁简单就可以整好啦，唔知道会抽到啲咩呢？幸运曲奇食落脆卜卜，入面除咗可以放新年嘅恭贺说话之外，亦都可以放唔同嘅祝福语。咁简单就整到，今个新年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